这里是澳门 MGM 美思美高梅啊，它因为它有两个 MGM， 所以这个是美思美高梅，不要去错了。每次来这里，我都最喜欢来这个地方了啊，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。这个是晚上跟白天又不一样了，晚上你看顶上那个点点，有一点像 Disney 的 Epcot。刚才我们就坐在这里喝茶，喝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下午茶。世博，这里是世博茶点，你在这里哇，坐在这里可以享受几个小时，都感受到人生挺美妙的。 OK， 这里大概有十层楼那么高啊。现在还去看一个堂的，这里很多艺术品的啊，在上面呢，各种各个地方。现在我来看一个陶殿堂雕塑艺术特展。Hello， 殿堂，所谓堂就是通通都是由堂。哇，真的，哇，这个怎么做啊？他们全部都看一下，全部放好。哦，哇，你看这个真的，我何仙姑，看看先啊，周易，作家是周易，题材是翻糖。哇，真的惟妙惟肖，巧夺天工啊！而且那条腿非常美感，都是由糖做的。哇！唐莲花，我真的想不出是怎么样走。哦，他这里有一点介绍。赤蝎月饼。这些可能就会容易一点做。这刚才啊，可以的。哎，我是想看看是怎么做的，好像比如说这个怎么拼啊？都是没有，电视里面是有。哦，哇，真的。还要雕花，这种真的为巧夺天工啊。殿堂雕塑，这都是翻糖作品，都是能吃的糖啊。能吃的糖啊，可是它能保存多久呢？这个糖其实温度湿度控制好，长期保存是没问题的。其实这个影片呢，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有看到。就不用浪费一些我们的空间去录它。哦 ，OK， 可以教你怎么看。OK， 好的好的。等等，我还是想看一下先。那可是这个，就是打，对啊，越容易。OK， 即你包装点包呢啲咁细致啊？其实当时咧，佢咁大件嘅作品咧，佢喺苏州嗰度有个工作室啦，喺嗰边先完成一部分，跟住拆开佢运过嚟呢度再组装翻。呢个就系咧，佢喺我哋湄公会呢度咧组装嘅一个过程。哦，就是在那边做好的那种。对，先完成一部分，然后来到这边，然后再做。哇，真的不简单。是的。哇，
那比如这个和仙姑大概要弄做多久才能做成？其实他这个展览呢是五个作品一起做的，他带着团队22位师傅，一共花了50000个工时，所有人加起来就每个人都大半年的时间去完成。哇，就是这几个作品要用这么多时间 ？Oh my god！ 就是这再看看，哦，然后这个。这两座宫殿，这个是我们说的破财礼，看到媒婆。哦哦哦哦哦，破财礼 ，OK。那这个比如有人要买，有没有卖呀、啊？我们这边只是展览，只是展卖。哇！要是喜欢他的作品，可以到他的。这有一个二维码。小红书、抖音、微博。他在苏州的工作室可能会有销售，但是我们这边不销售。简直不敢相信这么棒，这么棒，可以走的，可以做的这么好。对。就是喷啊喷喷啊，喷的都是十多色素。OK OK。然后就是说中间这个，嗯，中间这个也是全场最高的一种。哦，西极啊，基本上是写诗文化跟茶楼文化的双结合。哦，也是有1.9米这么高。哇，真是，就是你看它的辫子都很翘，就是主要是喷啊，用糖喷出来。没有，就是它有。不同的一些工艺，譬如我们中国的一些面塑工艺和糖艺、就加在这个翻糖的一个材料上面，哇，就把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加在里面，然后展示给世界各地的真的真的哇！大家如果来澳门，一定要来看一下了，真的非常震撼。因为糖，我看过很多，还没有看过这么精细、这么细致啊！哇，因为翻糖是来自英国的食品工艺，这些就应该容易做一点翻糖。这个主要是这个甜品的部分是糖、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个作品能吃，黄色代表皇权和权贵，所以会有紫禁城的一个宫殿的一个图案在上面。这个刚才就是刚刚看到的镇关印，澳门很出名的历史人物。镇关印、在澳门岛他的家镇家大屋、他还写了一个书叫《盛世威严》。盛世威严。真的哦，尤其 MGM 美高梅，美思美高梅，这里很多艺术品。对，没错，真的啊。美高梅是以艺术为主题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来澳门就只来美高梅，美思美高梅。对对对，哇，真的太令人震撼。这个是我们一个传统婚礼，上面有10个人，代表十全十美的意思。小朋友代表儿孙满堂。迎亲，亲迎。对，亲迎。他就说三说六礼，最后一礼。太棒了，谢谢谢谢，这边除了我们这些展览以外，还有一些当代的一些艺术，油画作、装置艺术，对对，美高美思美高梅，对，澳门最重视艺术的一个酒店，对酒店，哇，好，谢谢你啊，真的好多谢，对啊，很开心，这是对。因为每次来澳门，我就选择来美思美高梅，因为它这里真是一个艺术的殿堂，别的地方没有那么多的，太喜美好。四波茶店，殿堂雕塑艺术特展 ，OK， 美高梅，美思美高梅。